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糖果挑战，然后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十个口味，然后从里面挑选五个，然后看他能够猜对几个。点击，点击啊，嗯，好吧，我们应该第一个，自己偷看哦，就应该很容易就猜出来了，这个啥子味道吗？哦，它好熟悉味道哎，海的脚，你不会把它吃完吧，萌萌糖？哈密瓜。青苹果，不对，桃子，不对，啊，没机会错了，第一个错了，第一个我们公布一下，第一个，哦，橘子，第一个什么？橘子味的，橘子味的，第一个错了，然后现在开始第二个吧，第二个，变形，一个猜不出来怎么办？一个猜不出来就往自己说。便宜，还是你来猜下一期？便宜，嗯，你看，在吃了吗？已经在，嗯。闻不到味道的，哎，这好像闻到一点点了，但我要走对不对？第一个橙子都没猜穿，下一期你来猜，我来吃。可乐。你是在乱说吗？没有，我感觉一点猜不出来。青苹果、哈密瓜，第二个是这个哈密瓜味的，第二个也错了。才第三次机会，我第三次猜对的。错了。对了。烦不烦？别偷看。嗯？嗯，别把人家发型弄乱了。好了，还真，就，别叫了。青苹果，荔枝，不对，橘子，橘猜过了，咋了？我有毛病，再试一次，比你好。橘子啊，对啊，刚刚猜对的呀。哎，为什么你不啊？你先猜的青苹果啊，然后又说荔枝，我说橘子啊，你没说对啊。但你已经是第三个答案了呀。那我也猜对啊。我们第一个答案就猜对，好，变形猜下一个，下一个变形。
你不要来闻它的味道。还是你字不对，怎么好能骗我？不对，就是你字，不是。公布公布答案，这是桃子味的。啊、哦，我选桃子。五个猜中了一个，现在下一个点。这应该很好猜，再猜不中，没完了。这没根本味道，但这个很好猜，应该没有。嗯，嗯，好浓，奶茶味啊！什么奶茶？阿萨姆。它一共就两个奶，两个味道啊，就。我不知道什么奶茶呀、啊。那你吃的像什么味道呢？巧克力啊。对。好、啊，下一个。真不喜欢吃巧克力。那就一口啊，是不是？嗯。这里。这个好不好吃啊？啊，不要了。青苹果，你眼里面只有青苹果吗？哈密瓜。对啊，哈密瓜，五个应该猜中了两个。三个，刚才猜中了。好吧，下次见。下次汽水挑战，你来猜，我看你能猜中几个。嗯。